这边是，就是我地图上的这条街了哈、啊，看着还是蛮宽的啊，这个，但是实际上非常的窄，而且这个绿树成荫呐、啊，自拍一下吧。这个走起来也没那么远啊，我现在走了大概三十分钟，我就看走了一半了，一半多。这边理论讲应该是东德啊，大家可以看呢，这个都是这种楼，这跟布达佩斯就不是特别的一样，它的楼非常的现代啊，电梯都是在外面的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啊，这是它大狗。它这儿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纯电池的地方，都是这么一放，车也是蛮旧的，老式的，这辆还新点。谁说德国的不锁？你看一看，这不都锁着吗？连那个最破的车都锁了。